送外卖送到了前女友家里。真的懂唯一的定义。你这脚咋的了？前两天走楼梯不小心摔了，骨裂。骨裂？你这自己在家啊？有人照顾你吗？哪有人照顾我呀？那你这自己一人在家方便吗？你这脚这样那不方便能咋整啊？我还能请保姆吗？不是你这哎喂哥们儿，哎哎，我看你这外卖不动了，快烧死了，你赶紧给我送来吧，我这饿着呢。不是兄弟，那个我这是特殊情况，要不你真的吧，你重订一份，完了那个钱我给你转过去行吗？什么玩意儿啊，你等着。不是那个，要不我照顾你啊。不用，我自己就是费劲点，走道慢点。你这样吧，我先帮你把饭打开行吗？完事那个你自己整也费劲，你吃完我就给你当那个垃圾带走了行吗？来，你去凳子那边坐着。真的懂唯一的定义。你吃了吗？来一起吃点。啊，不用了，我吃完了。咱俩分开这么久了，会咋样啊？还能咋样，跟你一样呗，老单身狗呗。闭上眼睛用心看清。哎你好，哎你好，我接您6:40送到桂花小那个订单，麻烦您在半个小时之内完成，否则要扣您的信誉分了。啊行行，那我就先走了，晚上我就不来了，我明天我休一天来陪陪你，我帮你收拾收拾屋啥的，行行。你骑车，你注意安全啊！啊！你明天几点来啊？明天起来呗，我8点多。